前兩日咧就喺北歐瑞典呢個首都斯德哥爾摩就發生一單咁嘅嘢，就一家三口嚟自大陸嘅，一個男人即係個仔啦嚇，帶住兩個即係年紀都唔細嘅啊呢個年邁嘅父母就去北歐旅行，咁咧訂咗一個咧就類似青年旅社嘅咁嘅即係酒店啦咁樣。咁就嗰個酒店咧就規定咧係12點鐘咧，然後中午啊講緊，然後先可以 check in 嘅。咁但係咧個飛機咧航班咧可能好早就到，凌晨就到咗。咁啊個仔就帶住即係個爸爸媽媽咧就去呢間酒店。咁啊個職員就同佢講唔得，我哋係12點鐘先 check in 喎咁樣。咁啊，即係可能就最後有一啲即係嘈交啊之類啦咁。根據呢個即係大陸嘅黨媒嘅報導咧，就話即係呢一個講呢個《環球時報》就話咧，呢位曾先生咧就帶住個父母去瑞典啦，咁就凌晨就去到呢間旅店嗰度準備住宿，但係咧就要12點鐘，然後先至能夠 check in。咁曾先生就話可唔可以讓我哋嘅父母兩個父母咧就喺酒店嘅大堂嗰度休息一下。佢又有心血管病喎，即係連藥都 show 埋出嚟啊！呢個咧就係即係《環球時報》同埋呢個即係內地嘅黨媒報導嘅。咁就酒店嘅職員就話唔得，咁啊最後咧就即係擾攘咗一輪之後咧，就酒店報警。咁於是咧就警察嚟就要求咧佢哋立即滾出去。咁就這個即係曾先生咧就對在場警察咧。就講佢個父母，尤其是佢爸爸嗰個身體嘅狀況，要求出示要服用嘅藥，就話佢可以離開酒店，不過可唔可以俾錢？俾錢你知啦，有錢就大曬，俾個父母喺酒店嘅大堂嗰度休息咧咁樣。警察咧就話唔得，咁就強行咧就將佢父親咧同座位上面拉倒，拖出酒店抌喺地下。這個《環球時報》報導。有心血管疾病的父親就當場病發，意識模糊開始抽搐，警員就冒上前施救，引起很多人圍觀，眾人都指責這個警員行為惡劣。不久有兩輛警車到了現場增援，警員沒有為他的父親急救，反而持槍驅散人群並試圖搶奪他的手機，最後他和父母都被強行帶上警車，期間警員更毆打他的父母。曾先生就說警員在車上盤問他們是否難民，是否想使用暴力，更威脅要將他們送去森林和野獸共處。警車在半小時之後急停在一個昏暗的路口，多名武裝警員將三人推出車外，其後駛走。曾先生就發現用這個手機定位，他們身處在斯德哥爾摩市區幾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墳場。曾先生就說當時氣溫低於10度，環境陰森恐怖，更聽到遠處有動物嚎叫。他一家人圍坐在墳場互相取暖，在寒冷的天氣下發抖半小時之後，有途人發現他們，協助他們返去市區。他們到了市區之後就向這個中國駐瑞典的大使館通報和向警方報案。咁咧就曾先生就話咧，經此一役咧，佢就唔再想留喺瑞典啦。當日咧就立即咧就乘飛機咧翻去中國大陸。咁曾先生就批評瑞典警方對老人家嘅所作所為，喺任何一個現代化嘅國家都難以想像，對人權嘅藐視係令人髮指嘅。佢強烈要求瑞典解釋同埋道歉賠償。咁呢件事咧，中國外交部咧將佢上升為國與國之間嘅外交事件。因為咧，駐瑞典嘅大使館發布公佈，就話中國外交部同埋駐瑞典嘅大使館咧高度關注當地中國公民嘅安全同合法權益，並就此事向瑞典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瑞典政府立即徹查事件，及時回應當事人提出嘅嚴懲、道歉、賠償等要求。中方對瑞典到而家未主動回應，深表不解，再次敦促瑞典方立即採取行動。大使館提醒在瑞典的中國公民務必提高安全意識，加強安全防範，遇突發的情況應保持鎮定，確保安全，自身安全的前提底下留妥證據，第一時間報警並向使館尋求協助。這個就是內地的環線
這個長咁長段嘅報導，咁啊香港嘅主流媒體咧就一字不漏咁咧就全面引述。中間發生咩事咧？我睇完呢個新聞之後咧，我都覺得事有蹊跷。嗱，我咧就去過瑞典，即係去過北歐幾個國家。咁即係嗰啲國家咧，真係老老實實，非常之文明，非常之人道，非常之講人權。不過咧，有啲規矩咧就一定要守嘅。例如人哋話俾你聽，喂，幾點鐘 check in？ 有啲酒店咧就12點鐘 check in， 早噶啦。有啲去到下晝3點鐘先 check in。你冇得要求就話，喂，我俾嚿錢你，我可唔可以早啲入嚟啊？我可唔可以坐喺大堂啊？咁樣，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全世界啊！全世界咁做嘅話咧，就即係咁個大堂就會塞住曬。咁我有啲咧去到喺瑞典咧，甚至去到一啲咧係完全冇人管理嘅，係自助嘅酒店嚟嚇。但係咧，你去到就好簡單嘅啫。你去到咧就打個電話或者發個電郵，就俾個酒店嘅管理人，佢唔喺現場噶，佢就會咧覆你一個你個房間或者你個大門等等嗰啲密碼，一個密碼咁啊。覆咗密碼之後咧，你按住啲密碼咧，撳咗咧就可以入房噶啦。咁入房咧，其他嗰啲嘢全部你自己搞噶啦，床鋪啊等等嗰啲嘢咧，佢喺曬度你自己鋪啦。咁然後咁當然係平好多啦。咁然後咧就你會發覺到咧，乾淨到不得了，即使係冇人管理都好啦，嚇，即係完全係即係好整潔整齊，冇任何嘅異味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好典型嘅北歐國家嘅管理嘅模式。咁人即係我亦都喺。即係我唔好記得喺呢個芬蘭啦、瑞典定係挪威咧，嗰啲人咧非常之 nice 嘅。譬如我哋一家四口拎住個行李夾，咁啊要揾呢啲我哋 book 咗嘅酒店咧，咁樣行好遠啦咁。咁啊亦都有當地嘅人係非常之樂意幫助，直情咧帶住我哋去間酒店嗰度添。一帶咧係起碼都行15到20分鐘先到。咁我就想象唔到點解呢增加一家三口會喺瑞典。斯德哥爾摩有啲咁嘅遭遇咧，咁中間有啲咩問題咧？咁樣咁後來咧就即係有其他嘅人揭發嚇，究竟發生啲咩事？咁我覺得咧就呢啲網民又好，或者有一啲熟悉瑞典情況嘅人咧啊，其實我自己睇上嚟咧就個事情嘅真相咧，可能就係咁樣。第一大家知道嗰間係青年旅社。有啲網民講熟悉嗰個情況，人哋12點鐘先可以入去住，你凌晨就到啦。咁凌晨到12點，我唔知凌晨即係點啦。凌晨係咪即是凌晨12點啦？即使凌晨1點2點都好啦。咁到嚟12點好長嘅時間咧，咁樣一般嘅做法係咩咧？我哋一般做法你自己計數嘅，其實你自己計數，計咩數咧？就係話哦，人哋 check in 咁即係要嗰陣時先 check in， 咁我係咪如果我早到，我係咪有自己有自己嘅行程安排咧？我哋一般都係咁嘅，譬如我早到，人哋3點鐘先 check in， 譬如我朝頭早機10點鐘就做到啦。咁你話，我可唔可以擺低行李嚇？你幫我看管住可能需要有啲收錢嘅嚇。咁然後就出去揾個地方玩。咁你話，喂，我凌晨12點鐘到，你咪計數，你搭另外啲機咯，令到你嚟 check in 嘅時間同埋到達嘅時間盡量縮短個距離咯。咁你自助旅行。一定是这样做的啦，一般旅社是不会给你留下在这里的。在旅社的大堂那里都是不会给你留下，因为变成一个难民营的了。于是呢报警。那个即网友就这样说的，旅社报警，警察到场如果不肯走的就会被抬出去的了。行李呢堆在旅馆门口，有个视频我们看得到呢，有个 video 呢，那个大妈呢，就是那个曾先生的妈妈坐在地上面。大哭大喊，然後咧就嗌救命，一哭二鬧三上吊，咁最後就被警察帶走咗，擁咗上車。咁但係人哋擁佢上車，帶咗上車咧，理論上就應該係拘留佢嘅。但係咧，放咗佢喺邊度咧？其實放咗係一個叫做教堂花園嘅地鐵站，教堂花園嘅地鐵站嚟呢個教堂花園咧。話嗰度有墓地，嗰個教堂花園咧仲有一段路嘅，所以當事人話被抌去墳場，其實咧意思就只係咁樣樣。咁啊，網友就話咧，即係佢有冇遭到呢個粗暴對待同埋毆打，人身自由亦都冇受到威脅喎，咁樣。而且曾先生當見到警察咁做嘅時候，佢冇去
埋去阻止個警察，反而咧用個手機咧一路拍住條片，但係都冇睇到呢個毆打嘅內容咁樣。咁啊，另外啲網友就問咗瑞典嘅朋友，佢亦都關注呢個事情嘅經過。佢話咧，佢話太丟人啦！曾先生咧帶住年邁嘅父母嚟到瑞典旅遊，訂咗青年旅館，仲係少訂一日添。係啊，即係你要計數，我成日都話，即係老豆老母咁大年紀係咪？凌晨抵達，提出要喺人哋嘅大堂裏邊付費逗留一日，整日嘅時間可能十幾個鐘頭。旅館嘅人將佢請出去，就喺街上面大吵大鬧。最後咧，警察將佢哋送去地鐵站，就話嗰個係墳場。而家《環球時報》出嚟碰瓷啊，碰瓷黨啊，話瑞典警察粗暴執法，真係國際層面嘅碰瓷咯，舉國耍無賴嗰種咁嘅感覺。瑞典人咧就話咧，遊客喺酒店大廳過夜咧，原則上冇酒店會同意噶，因為太過核突啦。你瞓喺度攤屍咁，或者係擘大個喺度瞓覺係嘛？嚇，任何酒店都可以驅逐不受歡迎嘅客人嘅。如果發生顧客唔主動離開咧，就會報警求助噶啦。嚇，維持酒店嘅秩序。佢任何一個去北歐嘅旅行嘅西方人咧，都必須知道。唔能夠用口頭或者身體語言表示對執法人員嘅藐視，唔能夠用侵略性嘅態度去對待任何工作人員，尤其是執法人員。中共大使館竟然聽信一面之詞，講乜嘢瑞典政府要賠償同埋道歉？呢個係中共利用大國力量欺壓小國，用嚟爭取一啲國際面子同埋民心。咁亦都有個講法就話點解？這個中國大使館的反應這麼強烈呢，因為達賴喇嘛就剛剛訪問完瑞典沒多久這樣。那我怎樣分析這件事呢？其實是非的曲直是很清楚，剛才我講了個經過。那我就今天這個標題呢，就是說為什麼中國大陸的人去到哪裡都這麼神憎鬼厭呢？那你知道我的人呢，我就不喜歡一竹篙打曬一船人，一早都打曬一船人咧，其實就係最唔科學嘅做法。我唔係講緊所有中國大陸嘅人，我見到有啲好有禮貌嘅，係都知識好豐富，可以同你傾好多嚇，我認為係有相對有價值嘅嘢，你同佢傾偈上嚟係冇問題。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因為有呢一類嘅，好似呢位曾先生同埋屋企人呢一種咁嘅行為咧，真係令到人哋對中國大陸去其他國家旅行嘅人咧，是真的神憎鬼厭，真是另眼相看，真是敬而遠之，避之則吉，連我自己本身都有這樣的感覺。有時你講普通話的坐在旁邊，我一次旅行都是，我都覺得零零頭的他的表現，有機會我詳細講。但是我想分析這種心態，因為今天打風就時間比較多，我可以在這裡講得詳細啲，咩心態咧？呢位曾生同佢爸爸媽媽呢種咁嘅所謂權利嘅意識咧，呢種所謂權利意識咧，或者呢咁嘅爭取權利嘅行為咧，佢係唔會喺中國大陸發生嘅。因為如果咁嘅方式，譬如話你去到一間私人嘅機構，然後就唔聽人哋嘅規矩的安排，大吵大鬧，人家召警求助，然後你夠膽咁去對付警察，在大陸咧，你都唔知死咗幾多年啦，拉咗入去打到七彩，起碼都可能係行政拘留唔知幾多日啦，係嘛嚇？而且可能隨時就屈你唔同嘅罪名啊、尋釁滋事啊等等咁樣。喺大陸呢種權利意識咧，係絕對唔會行使出嚟嘅，係唔敢行使出嚟，佢只係能夠會喺外國夠膽喺外國行使嘅啫，有啲人話：喂，呢個係咪中國叫做大國崛起啊，欺壓呢個小國啊咁樣？我相信咧後邊嗰橛係嘅，即係當呢樣嘢發生咗之後，中國大使館即係話要人哋賠償啊，咩道歉啊，真係嘅。但係呢幾個遊客，呢幾個姓曾嘅中國遊客，其實唔係諗得咁長遠，佢會覺得我係喺呢個問題上邊就用呢、這個。即係我有得，我有得爭就爭啊嘛，係嘛？呢種喺外國先至夠膽行事嘅種咁嘅權利意識。好啦，另一種咧就係鑽窿鑽鬧揾著數嘅意識。嗱，呢個咧喺大陸都可能會發生。譬如成日都講喺大陸千祈唔好扶阿婆阿公過馬路。你唔知道邊個阿婆阿公咧係碰瓷黨嚟，係所謂碰瓷黨，大家都明啦。即係
你走出去突然間急過馬路，突然間俾架車撞到你，其實係假嘅，咁然後你要求賠償。嚇、阿婆突然間行下過馬路，攣低喺地下，咁然後咧入醫院就話你擁低佢，就要求你賠償。要求人賠償呢個意識咧，只要你觸及嘅唔係權貴，唔係政府，嚇、民同民之間咧係成日都會出現。嗱、呢種咁嘅做法咧，某程度上邊咧。啊！呢種咁嘅碰瓷黨嘅呢種咁嘅意識咧，呢班喺中國大陸去外國嘅遊客，成日都會有。佢喐啲咧，嚇、就話呢個係我權利。原來人哋唔應承你咧，出咗啲咩問題咧，你就要求賠償。佢喐啲就要求賠償。嗱、香港咧都出現過，我聽過兩個情況，即係唔係我親自目睹嘅啦。聽過兩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咧就係、在一間即係呢個非法鋪啊，我哋叫做髮型屋啦嚇。咁咧就突然之間咧就裏邊好鬼嘈，咁有一個講國語嘅普通話嘅大媽不停咁去鬧嗰個理髮師。咁有個細路咧就坐喺嗰張凳嗰度。OK， 咁我理髮師已經停曬手噶啦嚇，完全都唔知點樣面對佢啦。鬧佢咩嘢咧咁嚇？鬧佢同佢個仔非法整損咗佢個仔嚇，唔知。即係個面啊，或者耳仔某個部分咁樣。OK， 咁嗰個理髮師已經不停咁樣道歉噶啦，嚇、那個大媽就唔收貨，嚇、最後咧就話要報警處理，要警察嚟咁樣。咁而且一期咧，佢目的咧就要求賠償，整損咗佢個仔，然後要求賠償，甚至咧就話威脅要告佢上法庭。咁我又諗呢種情況咧，香港人係唔會咁做，人哋道咗歉，無心之失。咁、你想點咧？係咪啊？最多咪第日咪唔幫襯你咯，或者認住你嚇，唔、叫你非法咯，就係、咁簡單啫。但係喺大陸嚟講咧，嚇、呢種所謂嘅權利意識咧，嚇、佢就會用到盡。呢個係例第一個例，第二個例咧，我有一個朋友，佢有隻狗啊。咁大家知道咧，狗咧，所有嘅狗咧就合法嘅，就要有晶片咁。那個晶片咧就係即係裏邊就記錄咗佢嗰個主人嘅一啲資料啦，包括。名啊，包括我唔知有冇地址啊之類啦嚇，因為我冇養過啦，以前有養過啦，好耐咯，幾十年前啊，唔需要晶片嘅咁。咁佢只狗咧就即係俾另一個朋友收養咗，唔要收養咗咁，但係個晶片嘅名咧就未改，未改得切。好啦，即係不幸地呢只狗咧就帶出街咧就咬到一個人，一個行人。咁呢個行人咧其實就係大陸嚟嘅，香港讀書嘅。咁大件事啦，跟住落嚟咧，後果非常嚴重。咁呢個人咧就要告呢只狗嘅主人。咁因為呢只狗嗰個晶片未改名嘛，即係話佢要告嗰個舊主人啦。咁於是咧就要打官司啦，要要求賠償啦咁樣。咁佢要求佢自己咧，因為大陸嚟啦，喺香港讀緊書啦，即係冇身家嘅咁，喺香港冇身家啦，唔知大陸有冇啦。咁就申請快援，申請到。咁於是咧佢就要用呢個快援嘅方法咧，就用我同我朋友打官司。佢要求嗰個賠償咧，就唔單止講醫藥費啊，唔單止乜嘢 ，OK 嚇，仲要包括埋啊，因為俾狗咬咗咧，佢唔能夠集中精神讀書，啊，神經有啲衰弱，有失眠，包括埋精神上嘅損失，係可能咧係上百萬嘅錢嚟，嚇、咁我就諗下，即係如果係俾香港人俾狗咬咗咁樣，咁當然都可能會有要求賠償嘅，狗嘅主人都可能會被。檢控都唔定噶 ，OK， 可能會被檢控嚇，咁、但係會唔會去得咁盡話咩精神損失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失眠啊等等啊咁，有冇呢啲嘢咧喺香港？我相信咧，我嘅理解係極少有嘅，但係原來喺大陸咧係非常之多，非常之多。即係譬如喺大陸做醫生都有一個相同嘅情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咩叫醫鬧？咩叫醫鬧咧？咁樣嚇，即係一個病人入咗醫院，可能啊醫死咗，死咗啦，唔係一定係醫死咗啦，病可能即係最後會死嘅。咁我啲家人咧嚇就帶大隊人馬抬埋棺材，就去醫院揾個醫生算帳，最後咧其實要求賠償。咁所以喺大陸做醫生咧就唔係好過癮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就話從呢位姓曾嘅去呢個瑞典。旅遊的呢一家三口呢個事件咧，係反映到即係大陸，尤其是呢一類啊，即係有少少錢可以出國旅行的人，
佢哋喺中國內地受到不公平嘅待遇咧，嚇佢就係鵪鶉咁樣，聲都唔敢聲。尤其是向政府咧，實上佢知道嘅後果可能會好嚴重。而家睇得到啦，係咪 P to P 嗰啲咁樣？係血本無歸，最後都只係能夠上吊自殺，咩都做唔到嘅，因為佢知道呢個政府咧嚇唔係咁容易就範。但係你去到外國咧，咁啊唔同咯，係嘛？我又得到大國喺後邊、強國喺後邊嘅保護，嚇我又可以要求賠償，係嘛？就將佢嘅權利咧就去到好盡。點解中國大陸嘅人去到邊度都神憎鬼厭咧？就係因為有呢一類人嘅存在。呢一類人咧唔係個別，唔係少數，係非常之普遍。成為民族性格的一個部分，這個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心情很快就已經跨過一千集了，一千集就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今天那個政經的環境越來越惡劣，政治打壓、媒體歸邊、大話連篇，這樣講真話的人是越來越少的，係嗰啲咧就向主子淺味擦鞋嘅人咧，就真係可以咁講，遍地開花。我哋呢種不識時務嘅聲音咧，只佔少數嘅，而且係咧淹沒去一片歌功頌德嘅汪洋大海裏邊。唔知道咩時候啊，突然之間就好似我喺呢個主流媒體嘅封煙節目咁樣，砰一聲嚇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咧，有機會咧係會嚇人間蒸發，消失喺呢個地球。我咧就抱住一个咁嘅心态嘅，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哋咧听得一集得一集。虽然咧就好似好消极咁样，咁但系如果要继续坚持落去咧，都需要好大嘅勇气嘅。我喺呢度咧就对睇心直口快呢个频道嘅观众啊，同埋呢一个实质支持我嘅观众咧啊，致以衷心嘅感谢。只要你哋继续睇，我就会继续做。只要你哋俾多啲嘅鼓励我咧，我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继续为大家发声。你哋可以咧就订阅呢个频道啦。你睇紧呢个 YouTube 嘅时候，你见到以下你嘅手机或者荧幕嘅右下角嘅呢个符号，咁你揿咗之后就可以订阅噶啦。有新片咧就会通过电邮咧去通知你噶啦。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嘅，有一个预定计划，用呢个网址咧，又或者一次个付款都得。都同樣是 PayPal 的，沒有 PayPal 不要緊，匯豐銀行的 PayMe 都可以，用9331543，又或者八達通的好易比 OEPay 同樣這個電話9331543，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付款的。沒有這些戶口不要緊，用劃線支票寫我的名字寄來這個地址我都會收到的。用銀行戶口行不行？你用 Facebook 嚟 PM 我啦，我就会话俾你听个银行户口噶啦。心直口快咧已经跨过一千集啦，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心直口快。